这个、啊、跟我要红包，那我跟谁要啊？没关系，红包待会再给啊，没问题。这个没想到过年期间已经被鞭炮的吵得这个很吵了，今天年初三还被各位吵的，都是大鞭炮。是啊，哎呦，这个放一个鞭炮，两个鞭炮 啊，这个一个鞭炮冲天炮可以点吗？可以，可是你要先发红包才能点。对呀、啊。今天我们金曲龙榜呢，来了很多贵宾，这个扯一炸、扯里炸、扯沙困嘎巴，睡饱呢看金曲龙榜最好的啦。哎，看完金曲龙榜刚好是六七点，又可以在桌上哎。金曲龙圈。连读四书五经。哇、哦。表示要多给你念很多书。来来来来来。我们身上贴的字要祝福大家了啊，像是贺新岁呀、啊，啊平安福啊，哎呦，你看这个叫平安福吗？您看呢，这从哪个角度来看平不平安了？哎，不是，不是杜文，您说那件应该穿到我身上。方鼎鼎真是啊，真是牺牲奉献了啊！不要这样说嘛，我们是看到您的春跟福，怎么配合一下？今年是狗年呐、啊，是我的狗腿瓜的年哈、啊。对，旺旺年。明年就是各位的年了啊。红那个红什么啊？这个认识中文呐、啊啊？这个叫什么？春到。这个叫春。哎，这个叫什么呢？福。哎，这个叫福，一个叫福，一个叫春。对。哎、要了解。还带我小朋友哎、欸，真的。这个叫什么字？春，对，叫春啊，没错、啊。瓜哥最近因为在牌桌上念了很多的书，这个多点学问。小朋友大概不知道为什么字要倒贴呢？知道吗？春到福到，春到福到，先把这个春跟福带给大家。对，平安健康就是福啊。没错。哎，我想着大家往年说恭喜发财，恭喜发财，钱永远是钱不够。最重要的平安家庭呢，合家万事，家和万事兴。哎，这个，尤其最重要的是杜文呐、啊，这个去年结婚，今年有个理想啦、啊，天小宝宝啊。有没有？哦，还没那么快。哦，还没那么快啊！我最主要就是我把节目做好，因为目前节目还是像我的孩子一样。是啊，你把节目做好，先生把人做好就好了。那光哥你呢？再添一个小狗狗。是啊。哎，女儿也很大了，可以再添一个小狗狗了呀。今年想要添一个狗仔仔。每年过年我们都希望瓜哥能够再添个小狗狗。不是瓜哥啊，做节目实在做的没话说。是啊。不过在做人这方面呢，好像就差那么一点点儿、哎。是因为我把所有时间都给了观众了嘛。哦。对、哎、我难为秀秀了。哎啊，怎么会难为他呢？哎，他高兴都来不及。啊，这个我们方鼎有没有准备再添小宝宝了？哦，那当然还是把时间给观众，哦、把节目做好是比较重要，跟您学习啊，是不是？跟我学习。哎，对对对，先生会不会一直干扰你呢？那我回家为你们秀秀了啊，同样的状况。我老婆一直希望我干扰她，但是今天呢，这个虽然年初三。虽然节目没有收视率，但是我们金曲龙虎榜本着服务大众的心情，绝对把节目做到尽善尽美，以报答各位这几年对我们养育之恩。啊，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谢谢谢谢。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每个人说一句吉祥话，虽然说很多要不同，嗯，说一样就不要讲了，好不好？好。狗年行大运，旺旺旺。哎，这个前面讲的是一样，但是旺旺旺是不一样的啊。来，祝大家新年大发财！又来了，又大发财。对啊，我觉得钱很重要啊，有钱才能吃得这样胖胖的。要减肥啦，新年新计划。哦，对对对对对。哎，但是要等猪年过了再减。啊、哦，要不然到时候应景的东西都没有。好吧，好吧，好吧。哎，对。来，祝各位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万事如意啊！在座很多的同学，祝你们学业进步。每个人呢，每次考试都考第一名。哎，对对对，学业很重要啊。祝今年想减肥的人减肥成功。啊，减肥成功。大家步步高升。啊，步步高升。我呢没有什么话，我就有两句话送给大家：多多照顾自己，时时关心别人。这个社会才会达到祥和的境界。我想钱财乃身外之物，当然赚钱是最重要，因为有钱才可以照顾旁边需要照顾的人。对，但是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希望大家那个正财很旺啊，那偏财呢尽量也旺啊。哎，但是你偏财旺，别人就要倒霉了。哎，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正财旺就好了。也当然也要这个要感谢观众朋友这么多年给我们支持，在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呢也要常常收看我们的金曲龙虎榜。今天节目绝对不让大家失望，敬请收看我们精彩的。金曲龙虎榜。
恭喜发财，各位金曲龙虎榜的朋友啊，祝你们在新的一年可以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别人没有的，我们都有，金曲龙虎榜给你好看。今天我们这单元呢是涂鸦时间，这个是一幅壁画啊，我是毕卡索第十八代地传弟子，我叫毕卡瓜。今天呢，由我为大家作画，等我百年之后呢，身价百倍。哎，现在呢，给我点鼓励好吧？哎。为什么前面要涂鸦呢？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马上要介绍一组团体呢，是在这个国外非常受欢迎的，叫做涂鸦合唱团，叫 Color Me Bad。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一起来热烈掌声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Color Me Bad. How do you do? Nice to meet you. What's your name? KT. KT. How do you do? Brian. Brian. KT. Brian. Yeah. Mark. Mark. Sammy. Sammy. 啊，啊，我们的歌迷献花。Thank you. 涂鸦合唱团今天来我们现场，因为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是国外演唱会跟国内演唱会。或国外的歌星打歌跟国内歌星打歌有什么不同？特别请到我们国内的，也是一位非常有性感的一位歌手，叫做 Color Me and Small Small Bird 啊，涂我小小小小鸟，一起来欢迎赵传。大家好，八哥好，哎 ，How do you do？ 哈 ，Hi KT， 可以，哎 ，Brian， 啊 ，Mark， Sam， 哎。这个动作有点像克林顿总统，就开演唱会。现在国内国外都非常盛行，有很多国外歌星来国内开演唱会也很多。对对，这感触也很多。他们是第一次来台湾 ，first come to Taiwan。啊，这个第一次。Welcome to Taiwan. Thank you. 把我的，你把我的音会的都讲完了。啊，他们这个成军十年有了。十年，对。但是才去年才出第一张唱片。对对对，这通常他们在国外的很多合唱团，通常都是熬了非常的久，然后。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是才能够出一张唱片，所以说是可以说非常辛苦，是是，竞争非常激烈。对对对，这格莱美奖三项提名没有入围，对他们打击会不会很深呢 ？It's an honor just to be nominated, so we were happy with just that. A lot of, you know, good things makes you feel good. 刚刚 Brian 讲说，他们觉得提名就是一种肯定，对对对，他们也没有想到说，到底得能不能得奖，因为他们觉得说。在这么样子一个竞争的环境，这么多人才的地方，他们能够得到提名，就是一个荣誉。是，但是有一句话给他们呢、啊，这个good beginning is a successful and half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You are a best、yeah. in my heart 。哎、欸，今天跳舞了哈。你讲的是英文啊？是是是。你也听得懂，我也跟赵传这个，因为有很大东西方有不同的地方，像你刚刚开演唱会的时候，场地限制很重要。对对，在国外很羡慕他，有很多场地，有十几万人啊，我们国内大概办一万多人，音响的关系，两万多人音响就已经负荷不了了。对，因为国外可以说这样子的活动，就好像是，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暑假，它几乎一个城市里面可能有很多场地，就是同一天晚上有很多的类型，不同类型的音乐这种演唱会在举行，就好像是。你想去看一个电影一样、哦、就是去那边看的、嗯、比如我喜欢 Color Me Bad 我就去看 Color Me Bad、哦、我喜欢、Bon Jovi 我就去看 Bon Jovi、嗯、很多这样就是一个很平凡的活动，而且他们做得非常的专业，这样对对，我们看看赵传的演唱会，让我们外国朋友看一看、啊、顺便解释一下这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好吧？我所属的这个唱片公司呢，就是相当就说多了这些资历比较深的这些歌手们，给我们这些当初的新人很多鼓励，能让我们慢慢的成长，才能够今天啊，我们站在这边跟大家表演。这个场地在什么地方？这个场地是在一个百货公司的 okay, 接下来唱歌大堂这样。可以告诉他们，你们演唱会的总共的人员，就是说台上的这个乐手加歌者，总共有多少人？Lineup in the concert was four pieces band with the drum, guitar solo and bass. Yeah, I'm the lead vocal. Yeah, that was me. Yeah.
very different, huh? 今天呢, this is a kind of a game that we played with the fans, you know. Yeah. So it's not like, it's not very much like the concert that we usually do, that you go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whole gig, you know, without any break, you know. 这个跟国外演唱会不同，就是因为国外的演唱会可能歌迷很难得上去，那这个像国内一般办的这种小型演唱会，就是可以跟所有的来宾更能接近，对不对？对对对。他们到现在目前为止有没有办过演唱会？有，他们刚讲说他们也做一些很多的演唱会。大概人数都多少呢？这个来宾？How much capacity do you usually do for the concert? How many people? We've done small clubs, and then I think the most people that we've ever had, I think, was in like 50,000. 50,000, 有5万人。5万个人。对，他们最大的这个演唱会做过。那最起码他们办一般都是两万、三万啊、五万啊，或者是当然更广阔的10万左右的。我们造船那天大概有8万多人啊。八万多人请假。您可以请教他们，他们在国外，比如像我们国内歌星，打歌的话都要上节目啊，才能打到歌。那他们是上节目机会是很少，是他们不愿意上呢，还是节目本身就很少 ？We do television shows like this one here. We did Arsenio Hall last month, and now this month, like in the next few weeks, we're going to be doing Jay Leno's show. And we go to different radio stations, do interviews and magazines. That's all over the world.Whenever it comes down for concerts, we're definitely coming back here to Taiwan. Okay,、definitely. Okay, that's good. 不要太勉强，听得懂。基本上他们也在美国也参加这样子的、节目，这样子的节目、然后也上很多的这个电台，然后或者是做一些像我们在台湾经常大家看到的所谓的那种为了唱片宣传所做的歌友会，然后当然他说如果将来。有机会可以在台湾做演唱会的话，他们肯定一定会把这边考虑优先这样子。啊，那这个 color me 是这个 color 是颜色了 ，me 是我了，这个 bad 是加重语气 bad 又加个 double d 啊，为什么取这种名字呢 ？Color me bad just means that we don't like boundaries, and if you're going to label us or color us anything at all, just color us bad as in good.And by the way, tell him that it's a good painting too. 那个 Kevin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画家，对，所以啊，他是画家。How about you think? It's good. It's good. $1 million. 他喜欢画，然后等于就是说，就希望用这样一个特色，就是说要画就把我画坏一点。然后多加一个 D。就是觉得说更坏这样子extra bad 哦，就让观众们我就是很坏啊，你要听就听，是不是这个意思？很倔强的这个名字，对，就是属于一种比较创意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也是很重要，就像他们造型一样，每个人各种不同啊。对对啊，不过一般的开演唱会体力很重要了，一开都是两三个钟头嘛。这个我们讲造船的体力的培养都是打篮球嘛，他们四位也喜欢打篮球吗？我不知道，什么运动他们喜欢 ？What kind of sports you guys?Favorite basketball. Okay, I like basketball too. 这我们今天来转球了吗？有没有转球 ？All right. 我们现场有没有同学比他厉害的？来。And introduce this is our country hand 啊，国手哈。来，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招式？灌篮，他灌篮、啊，真的灌篮，灌篮了、啊。这个灌篮的话比较难一点，我们找个篮给你灌哈。你人缘太差了，你被打到所有人都很高兴。
举国欢腾啊！举国欢腾，古代同志。好，谢谢你，这个话就是你的了。那我们今天谢谢他们来我们现场啊、我们是不是我们要欣赏他们的新歌？他们新歌是什么？Song and see if someone can tell us the name of it. 可以清唱一下吗？他们要唱一小段，就是说有一首歌这样子。Okay. 然后第一张专辑的，看大家能不能听得出来，然后讲出这个歌名这样。歌名好不好？他们就送你的专辑来。Okay. 来。You can go ahead. One, two, three, four. Dream on, dream away.I think I'm gonna have to stay forever. 等一下。I adore me a more. I adore me a more.前奏出来了，他就已经知道是什么歌了啊！什么歌 ？I adore me a more. I adore me a more. No, I adore me a more. She's right. Yeah, yeah, yeah. Thank you. 哎、那我们待会要送一个礼物，就是他们的这个 CD 啊，或者是卡带给我们这个朋友，好吧 ？Color me bad.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我祝所有金曲龙虎榜的观众朋友大紫大利，金玉满堂，恭喜恭喜！